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 Chin。 那今天的话是要来介绍一下这个韩服4月18号更新的地图，还有一个种子。等一下，它这个游戏声音有一点大声，我先把它调小声一点。这个游戏声音有一点大声，我把它关掉好了。不然开个两个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样让它稍微有一点声音。OK， 那总之就是要来玩一下这次的新的地图。我们直接就来给它开一下哦，自动已经选好了，人数设定少一点好了，14人，然后打个 120K， 那我们就直接进去开始。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地图的大致上的位置图，但是基本上是看不太懂啦，反正 CT 在这边， TR 在这边，这里中间有一个管道可以快速的抵达对方家里，然后右边跟左边一样都是有两侧类似就比较多障碍物那种感觉，中间是比较快的，但是也可能比较快会被杀死。好，那现在因为还没有人进来哦，所以我们就先来稍微的逛一下，稍微介绍一下这张地图。我现在脚下这一块呢，就是恐怖分子重生地点，哦 ，TR区这边都是啊，都是。这张地图其实有一点大，所以说我就先慢慢的介绍，从左边开始啊。左边开始 ，TR 区左转之后会发现一个仓库。这仓库呢，上面是可以跳的。虽然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躲在自己家的仓库。对，大概就是这样。这边都是可以动的。然后下来之后，左边还有一栋房子。下面这边可以这样打，然后也可以上去二楼。这边是没有墙壁的哦。出来就是直接面对了，就是当成一个靶子这样走出来哦，一个靶子，它没有一个什么防护墙什么的，反正它出来就是你就看到你整个人已经暴露在外面。这边还可以这样走过来，然后这边到这边就会卡住，好，到这边就会卡住，好，然后再过来呢，就是也是一栋类似小小的仓库啦，反正它就是一间盖很多间房子，然后里面放了几个什么稻草堆啦，什么木箱啦，对，就是让整张地图不要那么单调，然后这边是可以上来的，我记得是不用猎魂，不过我们就是用猎魂一下，没有关系。哦，这边可以上来的，再过来就是又是一间仓库哦，然后加上一台车，哦，车，这边一样。那个对了，这个窗户是可以上去的，那个窗户是可以上去的，感觉这张地图都是猎魂跳点居多，啊，这边是可以上来的，你可以沿着这个爬，沿着这个爬，哦，你还可以爬过去对面，哦，那这边一样是大仓库，哦，这边都一样的，一样的我就不多做介绍了，因为就是仓库而已。再来是这个地窖，地窖的部分呢，它会分三个通道，一个通道就是通往这边，哦，这边。也就是这边是 CT 区，好，那这边是 TR 区走过来那里，好，算是一个转接的口。那另一边则是这个这边，刚刚我们是从那边下来的，对，第二边是这边，所以说它做的其实有一点复杂，有点乱，哦，有一点乱。再走回去，接着呢，刚刚介绍到这边嘛，接着呢就是一个大沙坑，我发现一个大沙坑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小破屋哦，小破屋可以聚集人的小破屋，再过来就是 CT 家了哦，这边就是 CT 家了，然后这里有一个推土机，还是可以跳上来哦，这边都可以跳上来，但是这边哦。就不行，这边就不行。如果你叠人梯叠上去，叠高一点，应该就可以的啦。除非他有用空气墙挡住，反正这里是跳不上去。我也试过旁边，跳不上去。哎呦，差点摔死。好，总之这里就是 CT 区重生点。再过来就是一样的东西哦，一样的东西，一样可以跳。然后那边一样，哦没有，那边进不去，那边进不去。我想说那边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小破屋，从 CT 左转，就左边出来之后，
就会看到一台车，哦，一台砂石车，然后有一个被封起来的，算是这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反正这里可以跳，就这里可以上去，但是过不去了，对，这里就过不去了，就顶多卡这样，我不知道什么用。OK， 再过来则是一间一样是仓库，但是这间仓库呢就比较不一样，这间仓库就是要从外面才能到一些比较恶心的躲点哦，专门做给恐怖分子用的啦。这边可以站，这边一样可以跳过去，哦，一样可以跳过去，这都是可以的。哦，剩三发烈魂，我要小心用。那这边这个也是可以跳上去的，只是那边过不去而已。你可以跳到这箱子上，但是过不去。可以从这里跳到门上，再跳过去箱子。哦，这边也是可以上去的哦，这边。来，我试一试给你们看，就很简单，很简单，就直接这样，哎，嘣。等一下，我们还是从这边上好了。这边的话就是要用滑的，这边要滑的，或者是你用猎魂枪也是可以，这样滑，哎，速度够了，上去蹲一下，好，就上来了。这边是上不去的，这边上不去的，因为我现在是没有猎魂的，我先自杀一下。接下来就是要介绍一下中间这条路的部分。这条路的话，这边是可以跳的，这边是可以跳的。一个炸，上去 ，OK， 一样从可以，哎呦，卡了一下，这边一样可以从这边跳过去，炸上来，哦，非常简单，还可以飞过来，这也是有位置给你踩的，飞过来。OK， 这样就会到达一个比较不会被别人注意到的地方，然后可以从这里偷狙旁边来的可能呢、啊。这边也是可以跳。哎、欸，有人进来了。哎、欸，我还在介绍地图哎、欸，大哥。那我们就希望不要撞见他，我们就继续介绍我们的地图。这边介绍完之后，再过来就是这边一个小转弯的地方，这里也都是跳不上去的，除非你有办法跳到那上面。哦，那上面 ，OK 哦。然后这边猎魂枪也是跳不上来。再过来就都差不多这样了，点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就赶快来进行一个实战吧。只是这张地图太大了，我感觉你如果打那种少人的，你会觉得很吃力啦，你要找人很麻烦。你看我现在他进来，根本没看到他了。啊，我就继续介绍我的，我根本找不到他人在哪里啊。那由于找不到房的关系哦，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到了一房 BOT 房哦，而且还是自己开的，韩服人真的少啊，更何况这个时间点。没关系，我们用 BOT 一样是可以进行这个实战的，用 BOT 一样是可以的。来这边放个地雷，来 BOT 跟 BOT 打也是可以挺开心的，啊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来跳上来，就先来实测一下刚刚的那些点位，对 BOT 来说到底有没有效呢？哦，有，那个地雷有效，点头，点头，点头，哦，这也是非常有用的。进行一个突袭，哦，非常有用的。这里真的是过不来啊！我们捡一把正常的武器好了。啊，算了，这两把挺烂的。哦，就这样走过来，大大方方的，直接走进人家家里了。射墙壁，来一个转圈圈，哎，转圈圈。好，我们换一把枪哦，这把。说实在的，不怎么适合拿来打这个一般啊，我拿个猎户座好了，来秀一波给你们看一下。从这边出来，哦，从这边出来就是一个稻草堆。哦，这地图真的是蛮大的，感觉太大了吧？因为我感觉真的是有一点太大了，就不怎么好打。
OK， 狙掉一只。哇，要拿连狙是不是？我也有连狙啊！来来来，互相伤害一下。哎呦，我们的恐怖好像比较强哦。对，这里我刚忘记介绍到，这边有一个小缝哦。虽然说就是算偷袭吧，不过他能看的视野也有限。OK， 轻松解决。不行不行。OK， 看危机，危机时候就是拿出你的这个假圣材冲过去，按着右键就对了。来，我们走这个地下道，走这走这边，走这边。来看一下地窖。哦，现在是怎样？现在是怎样？现在都流行卡在这边，就对了。是在龟等人，还是就是卡在这边呢？我操，这边还可以出来哦，这边可以蹲着出来的，那么丢吗？这应该也可以用猎魂找点位跳上去哦。这边出来就是他们的地范围哦，领地范围。真的真的真的。我先归点好，我归在这边。哦，剩九只就要换场了，再杀八只就可以了，再杀八只就换场了。哇，地图好大啊，真的好大，大沙坑是帮了我蛮多忙。OK， 这三只，再两只，啊，再一只啊。啊，换场。只是这 BOT 真的是有一点吵，所以说你们打 BOT 要自己去稍微注意一下。这个他们一直讲话，真的哦，不行，一整个不行。来来来，拿连狙，拿连狙，我们来体验一下当反恐的感觉。去那个狙击的小馆，哦，狙击的那个地方。哎，一直讲话，超吵的。那就是我不喜欢打这个 BOT 的关系啊，因为他们那语音真的是……哦，等一下，这个区域到底能不能看到人啊？看不到人啊，太糊了。不是糊，是那个都是都是那个灰灰的雾啊，看不太到啊。你顶多能看到那个火，就是那个开枪的火光，可是你看不到人呢。我随便扫个几个哦。看能不能找到，在这边吧，又爆头，哇，这边真的是要狙神才能适合啊，我过来这里完全看不到人，我要近一点，屌喷，再来一个屌喷，屌喷，哦，喷好喷满，来跳上来这个屋顶，屋顶。gank， 我被阴了，被阴了，这是你们逼我的啊！我要再拿出一把更进阶的那个连狙了，这把连发步枪真的很扯啊！看到没，兽魔圣王啊，真的是2K， 4K 4K， 再过来还有没有？还有蛮多肉的，再来，哦，轻轻松松。轻轻松松，旁边有人，是吗？对，我记得他们都会在下面，下去看一下。我记得他们都会归在下面。奇怪，只有我们家的会归在下面吗？怎么敌对的就不会归？哦呦，你看从旁边突然出来，没有人发现我。接下来我们试一下左边哦。左边的部分应该会比较正常一点，因为左边感觉不会有到太多的奇奇怪怪的东西，就不会太过于空旷啦，太过于怎样。这边算是蛮好的，左边我感觉蛮好的，中间太复杂了，右边太空旷了。对，左边比较好一点。哎呦，定一下，然后。这个伺服器延迟啊，
爆屁。对，你看右边就太空旷了，我感觉。左边比较少东西，就左边比较类似转角啦，啊这边右边就是比较长一点，对，比较适合狙击啦什么的。OK， 那今天我们的一个算是新团史地图的整个游玩过程呢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如果有其他 bug 点的话，对，就是请玩家们之后自己去发掘哦，自己去找出来。啊，我找的大概就是这样，比较简单的一些点。